差不多27、28斤。戦場の主力となる汎用型モビルスーツは味方と連携して前線を構築、敵を足止めすることが大事。敵の強襲型から味方の支援型を守ってあげてね。他这个双刀没连击的，我操！他这个双刀竟然不给连击，就输出一个。不行，地上でモビルスーツの足が壊れるとまともに移動ができなくなるから、他这个下格，他这个下格是属于那种判定很窄的重批啊，判定很窄的重批，不能说是很好的。导弹，这点阻止射击三连发，这是阻止射击的好慢的导弹。别急，我又有反杀，做完。这是精神感应鞭，好，这个牛逼，是牛逼。可以打穿后壁。这小导弹呢？有視界戦闘では見えないところからの攻撃が一番厄介だから、常にレーダーで周囲の状況を把握して自分を見ている敵を意識した立ち回りが重要になるよ。他这个导弹一发停，看一下，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种实体编类的东西，不会被电子打的。这鞭子应该算是，它不是集体，累死了。折返也不错，这台机基本上除了体积大没啥缺点了。而且数值给的也很好，三防都还可以，格布射不都是30好像。基本上能打近端也能打中射程。格布射不都30。变科啊，这台机有点。它就是两个射击武器是阻止射击稍微差一点，其他好像都挺好的。行います。それではお気をつけて。出撃準備よろしくね。这里居然还是很强啊。